市府文化局为了要让全台南市各社区会当借参访地方产业经营的品牌，来了解要安怎做社区营造，头一摆来办理参访活动。今天带我们的社区伙伴来到这个地方，来更认识吴焕子，他跟我们台南乡土的关系。在你头一场参访活动，文化局带北门十个社区来参访安定的黄墨子产业，了解黄墨子品牌是安怎成功经营的。为了做动态，为了做迄个静态，为做静态安尼啊，甲迄个咱地方社区一寡特色啊推展起来呢。市府文化局讲，王国英将吴焕子搁电包装好水，予大家若想到安定，就搁想到黄墨子。业者分享奋斗过程和经验的交流，予来参访的民众拢感觉真心笑。观众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而且记得哦，一定要帮我们分享、按赞，还要开启小铃铛。